韩国男子偶像组合防弹少年团被法国著名摄影家 Bernard Faucon 指责抄袭，对此防弹少年团的经纪公司回应不存在抄袭。 Bernard Faucon 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表示，防弹少年团的写真集《花样年华》部分照片以及 MV《血汗泪》部分场景的背景和构图抄袭了他的暑假等作品。 Bernard Faucon 还主张防弹少年团的专辑名也是从他在1997年至2003年举行的摄影展 The Most Beautiful Day of My Youth的名称中得到的灵感。非凡娱乐时事报道。